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您看呢，这两天啊，哎，天还真好，哎，正所谓是秋高气爽。我这个人呢，就喜欢好天，哎，不喜欢那个阴霾的天气。所以说这天好啊，咱们就得说好书，讲好故事。今天呀，咱们继续聊这个清平大小和桌之乱。咱们要讲一个在清平大小和桌之乱过程当中啊，生活在南疆的一个有意思的家族。说实话，这个家族挺有乐的。您一定得说呀，这三国里边的，哎，一个叫做吕布的，是三姓家奴的话，那么说呀，这家人也差不多。可是吕布啊，哎，被后世很多人所唾弃。那这个家族可不一样，竟然啊，后来被乾隆皇帝封为了异姓王公，成为了后世啊主宰新疆的八大王公之一。那么到底是哪一支神秘的家族呢？哎，咱们不着急，故事里啊，我慢慢的给您揭晓。咱们闲言勾开始，书归正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雅尔哈善呢，正要兵发阿克苏，却原来啊，是阿克苏城里的大红叫做摩罗阿舒尔，派了一位信使叫图拉克，前到这个清军大营是来献降书。开始啊，大家还不信，后来呢，经过早就归降了清军的回人头目色提巴尔迪的表弟买卖提的证实，这大家呀才确信这阿克苏城内的回众是真心投降，正要准备进兵。那正可谓是好事连连，赵慧也来了。这赵慧也带领着自己本部400骑兵和这个雅尔哈善呢就会合了，并且跟这雅尔哈善说呀，后边还有400兵是随后就到。并且呢，赵慧说呀，我这800人呢，那可都是精锐中的精锐，是这个索伦兵、八旗兵还有察哈尔兵里边挑出来的勇猛之士。这大家听完之后自然是欢呼雀跃。可是雅尔哈善呢，他并不知道这赵慧怀里呀，可揣着定夺他命运的圣旨呢。这乾隆皇帝在旨意上啊说得很清楚，前两番啊咱们已经讲过了，要定这个大帅雅尔哈善以及随军参赞哈宁哥和领军大臣顺德讷的罪。可是这会儿啊，这赵慧来到军前一看呢，正赶上这个岔头，就是啊这个阿克苏城来降。于是这赵慧忙于处理公务，也没时间呢宣读乾隆皇帝这道圣旨。那赵慧来到军前，那就问这个雅尔哈善说，大帅，那你是如何处置阿克苏来降的呢？这会儿的雅尔哈善他心里明镜似的，他看到赵慧啊来到军前，虽然他没有料到乾隆皇帝对自己的处置啊会那么的重，但是他也能明白，这赵慧既然来了，自己啊算是靠边站了。于是他跟这个赵慧说话呢，自然就是很客气。这雅尔哈善说呀，说我获知这阿克苏城愿意归降，于是呢就派这个侍卫端旗部和鄂队二人呢率着500精兵到阿克苏城去受降了。那赵慧就问，那然后呢？那这雅尔哈善说，没有然后了，那我这就只能是坐在中军当中等消息了。赵慧一听啊，说，哎，这个雅固书生啊确实是不懂兵法谋略，你呀命这个端旗部和鄂队带领着500人呢到这个阿克苏城去受降，然后你作为这个主军大帅呀，你应该大队人马赶紧跟进，一旦这二人遇到危险呢，你好及时能够救援。好家伙，活得嘞，你把这个大军呢扎到这个100里地以外，这眼看着3-4天过去了，哎，眼瞧着你啊还挺放心，整天呢就是在大营当中啊下棋喝酒，真不干点什么正事儿了你。可是赵慧又一想啊，哎，这过两天啊一宣读乾隆皇帝的圣旨，这雅尔哈善呢自然呢就是革职查办。这圣旨一天没宣读，这雅尔哈善呢他还是境内大将军，理论上南疆的最高统帅，最后这点颜面呀还是要留给他的，有什么话呀还是等宣读完圣旨再说吧。那既然这样的，赵慧就宣布，那咱们就起兵吧。于是啊，就在这第二天的中午，这赵慧啊就率领大军来到了阿克苏城下。来到阿克苏城下以后，这赵慧啊算是惊着了，怎么呢？他没见到过呀这么热情的百姓。只见阿克苏的回众啊，那简直是唱着跳着就把这八旗大军呢迎进了城中。赵慧啊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当中是这样说的，那场面呀怎么能说是震撼呢？那简直是相当震撼呢。
原文上所说呀，这阿克苏城的百姓啊是鸣筝击鼓杂以管乐，这赵惠呀肯定是分不清啊这些维吾尔人拿的都是什么乐器。这筝呢就代表着打击乐，这乐呀就代表着吹奏乐器，总而言之呢就是很热闹的意思。您想去吧，这赵惠呀在这方面他没必要说谎，哎，所以说您今天看电视里一有什么这个喜庆节日啊，或者什么这个领导来视察呀，这新疆的少数民族兄弟们啊，这帅哥靓女们啊，就载歌载舞的，您别以为那是在做戏，人家的民族习惯就是这样，个个都是歌唱家舞蹈家。赵惠呀率领着八旗兵被迎进了阿克苏城，赵惠呢自然就住在了城内的衙门当中。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以后啊，这会儿城内的大哄摩罗阿舒尔就来见赵惠了。他说，这个大元荣啊，我阿克苏城内合营军民从此永为天朝臣仆，我等姓蒙府纳是断不敢稍怀二心。那么说这会儿他冲着赵惠一通彩虹屁，这马屁拍的山响，他是什么意思呢？那他是要官的他呀。您想去吧，他只不过呀是这阿克苏城内的宗教领袖，虽然呢这几天呢他带着阿克苏城内的居民呢又是守城又是抵御了小和卓的攻城，并且呀给天朝大军呢送了降书，引天朝大军进了阿克苏城。一来呢是阿克苏城啊这世俗官员这个伯克呀还空着呢，再来呢他本身呢也想进步进步，在这个宗教领袖的头衔以上啊再混个阿奇木伯克干干。咱先不说啊他有没有压榨人民的心，哎，咱们就说吧，最起码这朝廷的封赏这点直接实惠啊，哎，就都归了他了。哎，要说呀还得是赵惠，您别拿他呀当了雅尔哈善，这赵惠不好糊弄。赵惠直接就提出来了，你呀开城迎接这个八旗大军呢我们感谢，并且呢你所做的一切功绩我们是要表彰的，并且呀我会如实的奏报给天子。再者呢最重要的是啊，您那作为这个宗教领袖大阿訇嘛系出家之人，不方便担任世俗官职，所以呀这阿奇木伯克还是由别人来出任吧。那有人就说这赵惠眼皮子浅没学问了，实际上啊这个教门中人呢这个政教合一，这大阿訇啊你不能把他当那个和尚老道看，他们啊这教门中人和聂写个出家人呢他不一样。那赵惠是真不懂吗？他当然不是了。赵惠呀、啊、首先说他原来参与过西藏的工作，他肯定心里知道什么叫做政教合一，并且呀他在北疆准部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南疆回部这点事儿他能不知道吗？他呀是装糊涂。这赵惠觉着呀，其一不能让这政教两大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大和卓波罗尼都啊就是一个例子，本来他是宗教领袖，可是乾隆皇帝当时啊不知道是怎么着迷了心窍了，非让他主持啊收回这南疆诸城的工作啊，有了兵权了，成了世俗领袖了。这一下啊军政教合一，哎，他烦了。其次呢，您这个摩罗阿舒尔这大阿訇啊，您蔡心向天朝率众来投啊，我们对您不了解，这么重要的阿奇莫伯克一城之主的工作呀不能交给你，我们得交给我们自己信任的人。于是这赵惠军门一道令下，阿克苏城的阿奇木伯克呀由鄂队担任，同时啊从这个库车城急调来了贝子玉树府和这个总兵严相师率800绿营兵负责城内的防务。至于阿克苏城内原来的这些有功之人呢，哎，例如这个大轰摩罗阿舒尔以及啊这贵族巴布克等人，这赵惠啊先是分别奖励了丝绸、荷包、茶叶，除此之外呢当然的这奖金大大的，并且呢如实的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报到了朝廷。看来呀将来这乾隆皇帝对这些人是还有封赏。那么这接下来啊这赵惠摸了摸怀里的圣旨就琢磨了，这雅尔哈善大人呢我可要对不起你了，我可得啊宣读这皇上的圣旨了。哎，俗话说得好，这有屁股啊他别愁挨揍。这事儿呢您既然坐下了，皇上圣旨也下来了，总不能我呀这钦差老把这道圣旨揣着
不宣读出来，看样子整顿军纪宣读圣旨的时候到了。于是赵惠就在这个阿克苏城内衙门的大堂之上，汤汤汤汤汤，把乾隆皇帝的圣旨宣读了一遍。这圣旨上的内容啊，无非就是雅尔哈善、哈宁阿顺德讷等人呢，以渎职治罪。这老三位啊，是交出印信，是立刻免职。交接完毕之后，我单独提审了顺德讷。这赵惠军门开帅堂是要审讯顺德讷，当然了，问题只有一个，说呀，这个6月23日那天，这顺德讷驻守库车城的西门，小河着火鸡蛋是踏营而过，当时啊，你是如何处理的？要说呀，这顺德讷呀，哎，对自己的失职啊，倒也是供认不讳，哎，他倒真是个老实人。他承认自己啊，在这件事情当中啊，负主要责任，那说不了，讲不起。这赵惠军门一声令下，推出去杀。您瞧喂，这就是军法。哎，这大帅一声令下，挺大领队将军人头就落了地了。咱们这儿得把这雅尔哈善跟这个哈宁阿这个两人交代一下，因为呀，虽然这是之后一段时间才会发生的故事，但是这二位在咱们这套书里啊，可能是没有什么机会太多出现了。即便他们再出现呢，也无非是遇到事件之后再点个名而已。没过多久呢，这雅尔哈善和哈宁阿呀就被押送回了北京城。这乾隆皇帝对这二人过于失望，见都没见，直接这三法司审问这雅尔哈善呢，就被判了一个斩立决，也是啊，人头落了地了。这哈宁阿呢，因为有功劳在身呢，所以说乾隆皇帝是格外开恩。哎，怎么着，您以为给放了吗？哎，他这个主子呀，给他留了个全尸，第二年春天呢，让他上吊自缢了。还有那个挖地道的那个马德胜，这雅尔哈善举报他呀，对汉军管理不力，导致大批的绿营兵啊脱逃失踪。这乾隆皇帝也是毫不客气，把他押回到北京城，也是西施一刀。随着这个事情的进展呢，到了最后，可能啊觉得这个马德胜啊有点死的冤，因为后来经过调查的那些所谓的逃跑的绿旗兵丁啊，实际上啊是因为战斗减员，在后方养伤，没能回到前线。还有一些呀，哎，心想归队呀，却迷失了方向，竟然在这大戈壁当中啊断水断粮的成了乞丐，最后啊才被这清军发现，又回到了队伍上。哎，说冤呢也不冤，总之啊跑了一个，你这主将啊也有责任。直到现在为止，在南疆的所有清军呢都由赵惠一人指挥。那这会儿赵惠军门就想了，不能这大军总在这阿克苏城等着呀，再往前走没多远呢就是乌石，生打吗？哎，他并不知道这乌石城内呀驻军的实力，不过这有一点他是知道的，这乌石城内的守军大将啊就是霍吉斯的长子莫赞帕尔。您得听清了，是霍吉斯，不是小河卓霍吉战，就是啊这乾隆皇帝派他一同和这个大河卓布罗尼都来收复南疆的那位原乌石城的伯克。他们这个家族啊，按当时的话说呀，算得上是南疆回众的新贵族。他们这个家族啊，是依附于当时北疆的准噶尔汗国才发迹起来的。这噶尔丹策凌做了准噶尔汗国的大汗以后，就把南疆的这些回部的和卓们，也就是宗教领袖啊，悉数啊都软禁到了准噶尔汗国的首都伊犁。那他要想控制南疆，就得扶持自己的力量啊。这霍吉斯家族啊就是这股力量之一。这霍吉斯家族啊，叔伯两代人一共七位，都被这准噶尔汗国的大汗呢封为了各城的城主。当然了，这城主啊也是有大有小。这霍吉斯啊虽然不是家中辈分最高的，但是他明显呢是这个家族的话事人，是这个家族说话最有实力的主。这个人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吃谁的时候特别向着谁。按说这一点啊没毛病，这下一个特点就不太好了，就是看着这个主子一旦示威啊，就会毫不犹豫的立刻背叛你。当
当年呀，他在夏特古道上和这个反了准噶尔汗国的海子莱提玉素府走了一个对头，他毫不客气的就出卖了自己这位同胞，把这件事情举报给了大汗达瓦齐。后来这清军攻进墨西蒙古，准噶尔部大汗达瓦齐戈登山一战被清军杀了一个大败，这达瓦齐就想啊，往哪儿跑啊？哎，看样子呀，这北疆啊是没有我立锥之地了。于是啊，这达瓦齐就想奔南疆跑。他想啊，这南疆乌什城啊，还有一位发誓效忠我的阿奇木伯克，哎，就是这位霍吉斯。他们一家子呀，这城主可都是我册封的，他能不念念旧情收留我吗？啊，倒是不用在你那儿常住，缓缓劲儿啊，整顿一下人马呀，我再去别处。可他就没想啊，这霍吉斯啊，就用一坛烈酒就放倒了准噶尔大汗达瓦齐，捆吧捆吧，就把这位大汗呢送到了清军大营当中。咱们要是讲故事呢，哎，追求这个故事的完整性，咱们就得说呀，阿姆尔撒那病死俄罗斯，哎，这清军才算平定了准噶尔。实际上啊，这霍吉斯抓住了达瓦齐，送到清军大营当中啊，这准噶尔汗国就算是亡国了。自然了，这一下子呀，这霍吉斯又算是投靠了大清。这会儿呢，这八旗军呢也在这个北疆啊解救出了大小和卓。正当这乾隆皇帝想让这个大和卓波罗尼都与这霍吉斯啊一同进京朝圣的时候，这南疆回部啊无主自乱，于是乾隆皇帝才派霍吉斯配合大和卓波罗尼都来收复南疆。这乾隆皇帝的用意很简单，你这波罗尼都呢是宗教领袖，哎，这个霍吉斯呢是世俗官员，这一政一教啊，我再给你们派点兵，这事儿啊可能就办妥了。可是咱不是说了吗，这乾隆皇帝当初啊绝对是低估了这教门的力量。随着小和卓霍吉瞻也回到了南疆之后啊，一下子这兄弟二人就控制了整个南疆。这霍吉斯的家族力量在这个强大的宗教力量下呀，哎，就不值一提了。这霍吉斯啊犹豫都没犹豫，立刻呀把大清抛在了脑后，就投降了小和卓。当然了，这会儿的小和卓他也政教合了一了，他给自己呀封了一个巴图尔汗，哎，成了国王了。这小和卓呀他也不是傻子，他也不敢对霍吉斯的家族力量小视。于是啊，他把霍吉斯的叔伯子侄们都拆开了，分到各地啊去当城主。他有意的让这些人所待的城啊，谁也不挨着谁，并且把他们的家族领袖霍吉斯就留在了军中，说是参赞军务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质。那么现在这清军面前的乌什城，现在的守城城主就是霍吉斯的长子，叫做莫赞帕克。这赵慧犹豫了，是强攻啊还是智取，他拿不定主意，因为他心里啊有一丝智取的意思。他知道霍吉斯这个人呢是既精明啊又世故，并不是那种啊一条道走到黑抱着棺材一起死的人。所以说呢，这赵慧啊就想啊把他争取过来，看看他呀能不能在大小和卓这件事情上啊为朝廷是再立新功。并且针对霍吉斯，这乾隆皇帝曾经下旨授意过赵慧。这乾隆皇帝认为这霍吉斯啊能把这准噶尔部大汗达瓦齐捆绑了送到清军大营当中，看来呀这个人还是心向大清的。之所以呢投靠了小和卓呀，哎，叛了清了，那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因为本人呢他当时就在小和卓的营中，一旦呢他不和这个小和卓一同反清造反，那么这身家性命自然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说看来呀，这次啊这霍吉斯的造反呢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对这种人呢，这乾隆皇帝的意思也是说呀，是尽量的拉拢让其归顺。于是这赵慧就写了一封信，让人秘密的送到了乌什城，送到啊莫赞帕克的手中。当然了，这封信呢主要还是想让霍吉斯看到。那信的内容无非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剖析利害，让其归降大清。这赵慧军门是万万也没想到，他的想法啊和这个霍吉斯一家的想法完全吻合，这才有了后文书。这乌什城设下鸿门宴，才要捉拿小和卓霍吉瞻。